欢迎乡亲带来大中华新闻的现场，来看何美定和群国中管乐队举办公益音乐会，邀请在地中者做会参加这场盛会，用音乐要来温暖因的心。华山基金会何美分站的站长马金大心哦，恭喜开车接送阿公阿妈来到会场欣赏这场音乐盛会。轻快音乐马上吸引现场所有民众的注意。何美镇和群国中管乐队举办公益演奏会，邀请在地长辈来参加这场音乐盛会。这群囡仔在舞台顶屈膝十足，一点仔都无输给专业的表演团体。能够让和群国中的同学们来表演管乐，就期待这个管乐的音乐的这种震撼人心，能够来安慰我们老人们那种孤寂的心灵，让同学们呢除了跟同侪的相处之外，有机会也来跟陌生的老人们能够有一个互动。这场公益演奏会还有一个特别重点，就是和群国中家长会长和教播音国小萨克斯风团的好朋友来做音乐会暖场嘉宾，擦亮现场气氛。这些长者呢，平常一个人在家里，真的很孤单、很寂寞，然后很希望能够跟外界做一个交流。那有一些长者呢，那不能够自己来的，那我就去载他。那我今天还特别开着车去载了两趟。人咧讲，老人囡仔性，阿公阿妈只是希望平常时会当甲大家加一点仔接触，就惊叫人袂记住。即群管乐队的囡仔透过音乐甲长者交流，互因安慰。大众新闻叶凤如何美采访报道。